大金刚那是谁？嗯，啊，猜柜。今天呢，我要带你们去吃居林小吃的猜柜。这间店是我 CK Wong， 是他那个 YouTuber， 他介绍我来的。这间店叫做全庄园旅食中心。啊，这间店呢，他就问我第一个大妈在哪里。OK， 看到，现在我们就来试看。准备好了吗？那我要拍喽。Hello， 王哥，王哥，这里坐几年？他是坐几年？他是在这里做的是？他这个手艺做才贵，手艺贵。没有时间啊，这里拍，他做几年的事情吗？是啊，这里的菜会有什么口味啊？金瓜啦、芋头啦、韭菜啦、南瓜，还有啦，有两种哦，一种是素的，一种是荤的，还是火腿的哟。对，这个是包好的，就要去蒸。它通常这样蒸会多久？这个是20分钟，所以很快吧，大概15分钟也。对，是没有很久。这是顾客吃的感觉。OK， 现在我会开始吃它的满光鸡。好吃啊，叫了我最喜欢吃的满光。吃之前呢，我加些辣椒。Double kill！ 好，没关系。我们可以拿到完啊。好吃，那味道很够啊，真的满光味啊，那口感还有那个味道都是够。